好，请看第四十四愿，修行具足得本愿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成佛的时候，他方世界无量的刹土也有无量的诸菩萨众，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心生大欢喜，表现在外貌形态上啊踊跃，手舞足蹈的啊表现他那种信心欢喜之相，并且修菩萨的六度万恨，能够具足德本啊。这个具足德本呢，从通途佛法来看，就是修六度啊，修六度是趋向无上正等正觉的根本。那从净土法门来看，这个信愿称名，一行三昧呀、啊，信愿称名就一法界之行，他就能够以一法具足一切法，一法成就一切法的原教的理念，来啊、成为成就佛果之妙因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能够知识万德洪明，也就是具足德本。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里面说啊，无量的诸菩萨众，他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，动金恒河沙劫啊，来修六度万恨都很难满足。那现在闻信净土法门，一心念佛就具足六度，一心念佛万缘自舍，即布施波罗蜜；一心念佛逐恶自止，即持戒波罗蜜；一心念佛心自柔软，即忍辱波罗蜜；一心念佛正念分明，即般若波罗蜜。推而极致，不出一心，万恨具足。一般的通途啊、学人，对莲池大师的这段话，他是会有种种质疑的。因为他是不了解一心念佛的功德，就认为你念念佛就能具足六度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呢。他是站在通途的立场来看，实际上并不了解净土法门的神妙之处和圆顿的道理。莲池大师不是一般人，这段开示是非常的精辟的。如果不具足六度万恨，何能说是万德洪明呢？而在宗教实践修行当中，也确实就是这个道理。当我们一心一意在支持这句名号的时候，你心就清净了，就是戏园外面的五欲六尘，乃至戏园一些世间处世间的一些善行都舍掉了，那你可不是布施道家了吗？啊，连布施也得布施啊！啊，这就是禅宗有位大德庞居士，他家里万贯家财都把它装到船上，啊，这个到江中心。把这个船啊着穿，然后沉到江底。那人家就问你，为什么不拿这么多财产去做善事呢？啊，那这彭居士是一个开悟掉的人呢、啊，他就觉得好事不如无事啊，连布施也布施，也给他布施掉啊，那就清净至极呀、啊。所以他就
全家人都是修行很到位的，就是种点地，这个妻子女儿就织点鞋子啊，去换点生存的东西就够了，万门家财都不要啊。所以万缘至实啊，真正这个世间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啊，不要有太有为的心了，真的你要布施清净了，三轮体空啊，这在你真为生死一心念佛当中才能得到。然后你一心念佛，色心念佛啊，你这个妄念恶念都没有，那身口其实也不会造恶，这可不是持戒波罗蜜。你一心念佛，佛号当中的慈悲的慈悲光啊，欢喜光，哎，使我们能念的心日益的柔软，而心柔软了，别人骂几句侮辱几句他就不会生气了，这不是忍辱波罗蜜吗？一心念佛，自心一处，这可不是禅定波罗蜜吗？一心念佛，这就正念分明，孤名立地，念清楚听清楚，这可不是般若波罗蜜吗？无住身心啊。所以为什么念佛能够具足六度万恨，就是当下这能念的心就具足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的功德，这叫不出一心万恨具足。所以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闻信弥陀的名号，他就知道这个弥陀名号的甚深的功德，他才心生大欢喜啊，欢喜踊跃，有弥陀名号的功德的加持，他去修菩萨恨具足德本啊，他才不疲不厌。所以这个具足一切功德的根本就在这句六字洪名当中具足，他方世界菩萨深知这一点，他就能够欢喜踊跃地去受持。